从来都无机会安尼真心真意去甲一个查某囡仔讲一声，我爱你。日前因摔倒颅内出血的吴念真导演，经过数月休养后，今天回到剧场工作，执导他的舞台剧作品《人间条件三》。对重回熟悉的剧场，吴念真导演表示，除了开心以外，对身体的目前状况觉得相当不错，都有按照医生的指示休息。有些事情还不太能做了，比如说医生叫我暂时不能开车，因为怕会有晕眩的状态，还不能坐飞机啊，就是因为里面还有血，他怕那压力改变或怎样子。其他都还好了，其他真的都还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这次《人间条件三》有两位新合作的演员杨丽英和吴鹏凤，能够和这两位硬底子演员合作，导演吴念真表示，他们两个默契十足，将戏中一对怨友诠释出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，让他放心许多。其实这两个演员的决定基本上都是我私心，是在我心里面想要的，然后每个演员在诠释整个剧本的方式上面也一定不太一样，这样子。那所以他们两个。彭凤跟丽英的演出一定有他们自己的特色。人间条件三是吴念真导演用情最深的作品，也是取材自他年轻时的生命经验，描述四位男女间的情爱纠葛。台湾时报记者郑雨晴、林尚玉台北报道。